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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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应该迎接一下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抱抱，抱抱，抱抱。你是会给我使什么魔法吗？哇，丝头女王，怎么下这个？这是我们的小环境啊，挺温馨的。对，有一个小书房，然后有一个小厨房，是不是还不错？啊，还挺激动的。我还没有参加过这样的类型的综艺。但是你喜欢课堂吗？我们之前课那个司藤都课得可开心。哎呀，现在你可以再去课别人的堂了。嗯，其实我一直在课你跟静哥的堂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看你们的。我们不都是玻璃渣吗？还有堂呢。他就是放那个静哥年轻的时候那个电影片段，怎么那么帅呀？对对，谁年轻的时候还不是个小鲜肉了？是不是？特别爱磕，嗯，好看。这次我可以磕个够了，嗯。你之前看恋综吗？各种啊，有看，然后自己会在心里面去猜预测他们那些感情线什么的，也会。我觉得有的时候看的好像跟看韩剧一样，就特别沉浸上头，是吧？而且我看真人的那种，就是艺人的、素人的，都觉得哦，完全就是像看电视剧一样。对，而且有的比电视剧还好看，就感觉剧本都不敢这么写的那种，是吧？特别期待。其实就是关于单身这件事情啊，之前网上有个资料，就是分很多不同的类型，比如说倔强式单身，嘴上喊着找对象，从不主动出击，没有特别喜欢的人，也懒得接受别人的追求，说不上宁缺毋滥，但也不愿意委屈将就，有的时候觉得单身挺好，又常常羡慕别人成双成对。这不是我吗？倔强式，我觉得这算是摇摆式单身吧，就是在想要和不想要之间不断的在摇摆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成熟一点的人呢，自己都过得还行，把自己安排得挺好了，还不像二十多岁还在迷茫期，对，可能自己也不太会照顾自己，所以依赖性特别重。那三十多岁的可能就是自己的生活其实打理得已经有模有样了，那你要找一个男朋友或者谈一段恋爱，那这个人肯定就是个锦上添花的，就是你别过来有添乱，彼此进入彼此生活中就是带来美好的，大家开心的，但凡有一点让我不舒服的，可能就算了。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虽然有点平淡，虽然有点枯燥无味，有时候有点寂寞，但没麻烦呀，但不堵心。就是你别找一个人，反而是让我生活过得很，还不如一个人单着呢。那这种恋爱还不如不谈。就是你在碰到这个人的时候，这个感觉是非常准确和猛烈的。你那个时候你可能没有，你那时候想的所有理智的东西都就烟消云散，在那一刻，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你没遇到，就是你会遇到的这个东西不会掉到你家阳台的。所以其实这个跟年龄我觉得没有关系，跟年龄半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跟年龄没有关系。哎，对，我们盘吧，已婚，嗯，已婚，嗯，恋爱中。我像一个大灯泡，学吧，慢慢学吧，慢慢学，嗯。哎，我愁死了我。你真的愁吗？真愁啊，上了30岁就慢慢的真的是从不着急变成了着急。你着啥急？就你这女生毕竟要面临到一个生宝宝的问题。你着这个急？对对 对, 对，现在33，过了年就34，再过一年35，眼看着就本命年了。你这种算年龄的方法跟爸爸妈妈说时间是一样的，已经6:30了，快都7:00了，就是这种。对对，就是非常，其实自己包括家里人都很有这种时间给予的这种压迫感。但我觉得还是不能草率，不能给自己这种压力，因为你这就是几年嘛，对不对？但你后面还有好几十年啊。对啊，所以还得没事，不着急。找到一个不一样。志友，嗯，你是要出去吗？不是，说明天的事儿好像，是吗？嗯。哇，你的眼睛。你要不要说一下？明天就去一个咖啡厅。哦 ，OK。对，所以我想也应该也方便你工作，如果要。OK， 就万一要啊。对，你要休息了吗？我在这坐一会儿先。坐一会儿，那我陪你坐一会儿吧。我可能在行业里面，大家都觉得是比较异类的，情怀类，嗯，剪刀手爱德华，嗯，反过来的，爱德华剪刀手，哎呀，是你早就猜到了是吗？
就还挺明显的。那主要是我是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的，哦，所以有几个我都听到了。奇怪，你的黑眼圈真的有点重，你要早点休息。昨天基本上就是睡了两三个小时。洗怎么样啦？还有多少？擦这个是吗？这个我来洗吧。没事没事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我可以洗的。要我洗还是你自己洗？我来了。真的？好快的。好 man 哦。哦，还很圆呢，现在。对啊。我现在好头疼啊，就是因为我家太多这种植物了，我现在。啊，要浇花是吗？对，要搞一搞。还不错，但养花很难，我感觉。我以前以为多肉是好养的，后来发现多肉也不是，更难。好像不是吧？很难很难养那些。那我现在发现那个柠檬树是很好养的，而且柠檬树很奇怪，就是我如果你养了之后，我现在听就是没有蚊子会飞进来，好像是会有点驱蚊那种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驱蚊液里也有柠檬草、檬味薄荷草。是的。下一位。OK， 那就来吧。好，你看牙科，牙科。女生去做牙齿的时候，有这样一个牙科医生会很容易爱上她。每天都去做牙齿，你说？因为我去做牙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牙科医生长得非常的憨厚，但是我都觉得他很帅，因为你知道我要跟他一直四目相对。那你有没有那个女的那个患者，就是突然看说，医生你好帅哦？就我们一般不会看，我们一般不会看眼睛，我们看嘴巴就好了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你们，哎，我给你们都带了礼物，哎，太好了，你，谢谢，还有那个小可爱，哇，我可以打开看吗？可以啊，小夹子，哇，对，你们洗头发的时候可以夹，哇，好可爱，我不忍心在洗头发时候夹，我爱了，今天晚上我就要用，你们所有人的首饰我都可以包了，哦。里面全是首饰，我带了超多，难怪这么重啊。